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smond， 很开心这一次呢能够跟我们去参加这个三人三打比赛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，有多一点这样的活动能够参与的话呢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事，而且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参与这一次的球赛呢，我觉得在马口呢应该要办多一点类似的活动，让他们可以有更加多 positive 的地方去过他们的一天，这样子会更加好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